是一种直线型的进攻推法，同时呢，在实战里面也是运用次数比较多的一种普遍推法。请看我做一遍示范。蹬腿在进攻对方的时候，用你腰部的力量，大腿带动小腿，翻膝，用你脚底的部位去击打对方，发力啊。同时呢，前蹬腿也同样是大腿带动小腿，脚底的部位发力，稍微做一个快一点的节奏，发力，发力。蹬腿呢，它在实战里面主要以人的腹部还有人的下颚跟头部为击打目标，腹部腹部腹部，同样是用你的大腿带动你的小腿，用你的脚底发力，发力，高的蹬腿以人的下颚啊，轰，用抬大腿带动小腿，用你的脚后跟朝对方的下颚部位用力的往上蹬，大腿带动小腿发力，用这个用这个部位轰，这是一个蹬腿的击打部位介绍。